如果明天看不见太阳，哇，这画面感我喜欢。整个世界会变成怎样？在最后这一刻，让我紧紧抱你，抱着你，抱着你，我抱着你。如果生命我真是无常，我愿坦然面对而不慌，有你在我身旁，有你给我力量，抱着你，抱着你，我抱着你。你的眼神充满爱和光，让我不畏惧逆天黑暗，烦恼忧愁悲伤一切都不重要，抱着你，抱着你，我抱着你，我只要抱着你，抱着你，抱着你。哇哦，来了。天时地又拨，画面一幅幅过，左耳跟着右耳闪躲，有眼睛如此寂寞，没错，进来坐，电话怎么没响过？我削了一个苹果，只放着没咬过，明明感觉你来吻我，却怎么没发生过？门没锁，进来坐，连蚂蚁也不放过。来过没来错，戏都忘了，眼都没眨过，没哭过，完美的剧情错过，伤心戏份太多，太脆弱，连哼一声都唱过。天都黑了，谁都没来过，没来错，衣都挑了，鞋都没脏过，没走过，想要的戏也买错，爱的人不爱我，太难过。还能浪费多少的结果？天都黑了，你都没来过，没来说，戏都忘了，眼都没眨过，没哭过，完美的剧情错过，伤心戏份太多，太脆弱，连哼一声都伤我。天都黑了，谁都没来过，没来坐，衣都挑了，鞋都没脏过，没走过，想要的戏也买错，爱的人不爱我，太难过，我还能浪费多少的结果。尖叫声在哪里啊？我站在时间的尽头，回头看影子向我冲，依稀还是那个孩童。最高的山我也踏平它，最深的黑我全都饮下，可是那匹曾经不知不觉骑过的白马，那满血飞驰马，勇敢的少年终究梦里花，他曾以为永不会哭啊，如果明白了飞翔的代价，他还
还能如此英勇吗？感觉特别的大，就整体加上那个弦乐啊，就是很震撼，就他们的感觉很舒服，而且最后我姐她在中间唱的那种感觉，然后配合孟舟他们的乐器，然后整个的感觉我觉得是有打动到我。我们是胡林万正平，耶！那首先要介绍我们这个全能乐手张震岳。没乐哥真的是全能哦，从吉他、电吉他，从贝斯，从鼓，好累，没有了啦，没有了，对啦，很累的啦。好，接下来就是《天籁之音》女主唱杨丞琳，好像去那边也挺开心的哈。这个就是闪光键盘胡孟舟，对，超帅的。这个是保温男孩焦麦琪。我们五个其实凑在一起蛮开心的，严格说起来有一点点的老中青三代的感觉。哎，不要这样子。是是是，真的啦，真的啦。谢谢，你们再聊下去就完全没有我的画面了。谢谢各位音乐家，谢谢你们。所以跟我们讲讲吧，这个组曲的构成为什么是这三首歌的？我们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大的主题，它是叫做像孩子一样。哎，对，没错，对对对。因为我觉得我们在音乐面前其实都是小孩子。然后第一首歌的时候抱着你，我们是在襁褓中的婴儿，我们是需要被人保护着，被人抱着。然后第二首歌当门楣锁，哎，婴儿长大一些，他对这个世界特别的好奇，所以他保持那个门一直是开着的。然后到了第三首池，这个少年长大了，他长成青年了，即使翅膀被融化掉，还去追逐那个梦想。嗯，我觉得这个是这三首歌的一个大的一个框架。在这边我想提一下，就是孟舟真的是我们这一次的音乐总监，他是，那他做了很多细项的部分，就包括我打鼓，他就是分了很多轨，就是节拍器一轨，然后有鼓的一轨，没有鼓的一轨，可以让我这样子一直反复的听，反复的练习。他真的很棒，大家给他鼓鼓掌。他真的做了非常多目前看不见的工作。没错，